大家好，我是赵培。表哥杨达才为什么能这么嚣张呢？网名央视奇儿的央视网编导在微博中爆料说，陕西玉林晚报当初刊发杨达才笑场新闻之后，玉林市长陆志平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斥责晚报不该刊发，因为表哥是省安检局的局长，玉林是煤矿大市，晚报负责人被骂了个狗血喷头。表哥被处理在中共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。香港亚太第一卫视在微博中说，一位主管安检局的省委领导发言时激动地吼道，不能网络报名一闹腾就乱了方寸，别说达才没有贪污腐败，就是有我看也不能查，不能顺着网络报名的意愿查，要顶住网络歪风邪气，这对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，对十八大能否成功召开非常重要。不过中共这一次呢，可不是这种想法，他是要舍车保帅，舍弃杨达才才能保证十八大的召开。表哥爆红网络之后呢，中共的官员都是小心谨慎，网友在微博中发表了领导代表出境的标准姿势，用不代表的这只手遮住手表，这个人就做得十分正确，这几位都错了。山西渭南电视台的渭南新闻主持人王小兵在微博爆料说，刚才做访谈节目，领导嘉宾开录前默默地摘下了自己的手表，我的眼眶湿润了，网络把人逼到都没有余地了。江苏卫视新闻研的主持人金思辰在微博爆料说，刚才某节目录制，请来一位领导做嘉宾，刚说3、2、1准备，领导突然叫停，然后走到一旁默默地摘下手表，穿上外套，系好扣子，挡住皮带，照照镜子，确认无误，这才放心回到场上说可以开始。你们这些网友大热天看把领导给吓的，容易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微视频就到这里。这是新传奇新闻记者新传奇国法局的独立报道。有人说他是专制政治，政府以危险方法大于家法。